今天提供这一组开箱的、是我朋友阿轩，那他今天都会在角落边陪着我们哦，在那边。那我们继续开箱吧。Hello， 今天的开箱用两段式的，因为我的房间太小了，没有桌子可以放。那今天要开的就是这个东西，阿轩赞助。那首先呢，就是把外上面这个打开，因为他说他买了两个，然后这个超级重。当天他提了这个给我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，他应该带回家也不会开箱了，所以就拿给我来帮他开。那我就想说，他要拿给我开，我就刚好可以看拍影片了。那听说这个是会发光的，然后好像2000多块，好像快3000的样子吧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哎呦，反正呢，我就是给我开了。哎呦，那我们打开里面，首先会看到的就是这个说明书，看一下。等一下，这里零件也太多了吧！太扯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要看说明书吗？然后等一下，放上面好了。首先打开来，我们来看看里面有哪些零件喽。到底是怎样啊？这是什么情况？哇哇！什么啊？太疯狂了吧！哇，这才上半层哎！等一下，我房间已经够小了，这画笔该怎么装置？Oh my Jesus！ 哦，怎么那么多？耶！这也太多，等一下，你们现在已经看不到，对不对？我的天哪！这到底……我后悔了。他写了一堆数字，重点是。我根本看不懂哪里是哪里啊！这什么状况？这个吗？没有啊，它没有显示要 USB 的。哇！我觉得这边等一下应该会被我快速跳过，就组装好了。我会到时候组起来，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带去还给阿轩。这么多东西，然后压缩起来，到时候比较更大。
好喜欢当这种剑。太多了哦，在干什么？我想到，我的东西好累啊，你敢管？你把剑放在这里。啊？他说这样子的有20片，然后这个小东西有80个。我咧翕影片，啊，唔过一个开口，我唔知要安怎。你来看迄卡有无？哒啦！小咸。哒啦！加油啊！我已经准备放弃我的人生啦、啊！加油啊！救人啊！加油加油，妈妈乐！啊！加油 ，fighting！ 他说要拿这个放进去，这个哦，这个大概是组装套件吧。装错应该还是可以拔得起来吧。这到底该怎么做才好？所以我要做80个这个。一片完成。我决定，我要来个变个魔术，就是那个人家不是都会这样吗？这样盖住一幕以后，然后一闪开就做好了。OK， 那开始吧。Hi，Hello， 刚刚有一段没有拍到，然后我 out 啊。我不担心，然后就是他有一个步骤呢，就是要把刚刚组合的这个部分，然后要把它用这个给它组装上去。他的步骤呢，就是我刚原本把它卡上去以后，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要把它用力压进去，压进去。压进去，压进去，然后压进去，压进去，压进去了之后，哦、好痛哦！我刚刚压了4、5片，好痛，我快疯了、啊。然后用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，把它这样子啊。因为它会滑掉，它会往另太用力，它会往另外一边跑掉。就是用这一块，然后会有左右，然后就把它给卡上去，然后就可以把它固定成一片。现在想起来，还好阿轩有把这个拿给我弄，要不然他要弄2组，应该会疯掉。
我弄好了，接下来就是他要我把这个东西两片这样组合在一起。把它给像刚刚那样的组合方式，以后就组合成一片了。这样，锵锵。它的说明书是说要把这两块，然后这个点点，这两个有沟槽的放在上面，然后这个夹在中间。哦，这个有固定哎，这个有一个卡榫固定，比较好推，因为推了不会再啪再冲出来。终于把它完成这样子了。
老天鹅啊，终于把它给煮完了！啊，整整花了五个多小时的时间，我的妈！昨天拍到一半，突然我电脑的容量爆炸了，所以后半段都没有拍到。不过也好啦，要不然后面大概整整如果要拍的话，也要多拍两个小时啦。然后刚刚悲剧的就是，噔噔噔，有没有想说遥控器？结果打开它没有电，现在还没有插电哦。那我们来一起见证奇迹吧。然后感谢我们亲爱的洛基桑一起来陪我们开箱咯。那我现在把灯给关掉，香香，让我来一起见证奇迹吧。要插咯。插哪里？怎么插？哦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来喽！哦，它闪了一下，它闪了一下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按了。哇！哇！成功了！啊！我很怕说我没有组装好它的灯呢。然后看它好像还有几个颜色可以换的样子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哦。这呼吸模式，哎，炫哦，红色、紫色、白色，哇哦，不错呢，这样就切回原来颜色了。哦，它上面按钮可以一直调颜色，哦。酷，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基本上组个一次以后，我想应该就不会想要再把它给拆掉，然后拼装成其他模式了。所以在组装的时候，像我是今天因为我完全搞不懂，那我也笨笨的没有什么看说明书，还组错方式。如果真的有喜欢的话，如果一开始就先把说明书全部看懂，要怎么组装怎么接的话。一次把它定位弄到自己想要组装的样子是最 OK 的啦！哇，真的是累死人啦！啊，到我脸都油落落了，啊，7:30，7:30啦！啊，如果啊喜欢这一组的朋友们，可以到模型店。或是有做日本代购的店家做询问哦。刚刚说的2000多块是我们因为用预购的，所以价格可能有比市面上便宜一啾啾啊，不确定。不过还是可以去做询问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购买咯。哎呦，我是 MB 大熊 Much Bear， 如果喜欢我的话，请记得。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们，拜拜。